最后，那我当指挥官的要陪伴大家，所以我在这里还是要特别对于我们的药师工会的领导，跟我们药剂生工会的领导，还有我们的药师，药剂生药局们，大家非常的努力，那我代表我们指挥中心跟他们表达我最大的敬意跟谢意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最后。大家也很关心，就是你都没有睡。哦，因为那是一个特殊情况嘛，没有办法完全掌握。那我当指挥官，但要陪伴大家，那也去台中，也是为了让地方能够安心嘛。如果大家能够安心的事情，才可能有可能办得好。你觉得目前的防疫，你自己帮自己打几分？哦，不敢，我上次有些人都误会，我打那个分数是替我打，我上次做。替药师工会打分数，那不是替我自己打。那如果你自己呢？我自己就留在社会的评价吧。好，谢谢，谢谢部长，谢谢部长加油。谢谢阿周部长，让我们的家人可以顺利返台回家。谢谢你们，这些医护人员真的很温馨。家人可以顺利返台回家，谢谢你们。